太贵。较大声啦，较大声。我是五年四班的李志爱贵。我自从开学就拄着你，我即马逐天上课拢足欢喜。我即马逐天上课拢足欢喜。我即马逐天上课拢足欢喜。嘿，对。虽然讲想要甲别人斗相共是真好心，啊，毋过若是想超过，就变作想加薄啊哦。加薄就是咧讲人爱插别人的代志，建议大家也是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就好啊，唔通食饱想闲，对别人的代志吼专专意见，安尼别人可能会无欢喜哦。加薄，高矮加，薄鹅薄，加薄。你是感觉我做妖就对了，你即摆是感觉我看起来做妖呢啦。无你较冷静。我头拄着讲我无爱食，你感觉我买袂起就对啦，哈。我唔是即、這个。你即摆就是安尼嘛，你讲我唔敢了呢，哈。我没有，我。嗯，好不好吃啊？嗯。咱人有时阵会因为面子。也是感觉把家己的想法讲出来足见效，怎啊对一寡明明真喜欢的代志，硬要伫遐假做，无喜欢，无要紧。这个状况伫台语内底，咱会当讲是假无义。像讲，你明明就喜欢阿花，搁伫遐假无义，你真正是足无胆呢。甲假无义，我义的事，咱会当讲假善，假善，假无义，假爱假，无学无义，假无义。假仙，假爱假，私烟仙，假仙。我头拄着讲我无爱食，你是惊我唔敢食伊？我臭虾干！你试试。Follow AY 哦，台语好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 AYO。今日这个新的单元，我改号做歪理分享会。AYO 的歪，道理的理，就是歪理。对，若是我有想到啥物主题，想要甲大家开讲啊，分享我的想法，我就会放伫这个单元内底。啊，今日要讲的主题是甲学台语的心态有关系，因为常常有人会问我讲，台语伫要死去啊，要安怎？所以我就想讲伫遮甲大家分享一寡我的想法，要想讲啥？怎要学台语正经？咱会先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是安怎咱这个地球顶端爱有遮侪语言？啊，咱啥无要保留几个上强势、上主流的语言就好啊？大家敢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安怎？因为语言其实伊毋呐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伊阁是代表一种文化。我家己感觉语言嘛是一群人啊，一个民族，因是安怎去熟悉这个世界、看这个世界的方式。更加是一种艺术。你看这个地球这么大，大家拢住伫无同的所在，遇到的环境也无同，所以迄个语言内底发明的词就无同。啊，因为咱的性格无同款，所以咱表达咱的感情啊，表达咱的情绪，也是看待事件的方式就无同。啊，所以咱讲的话就无同款。这就是我感觉有时阵你就算翻译嘛，无一定会当翻译到足好势的所在，因为有时阵讲一个语言就是有一种气，对，啊，迄种气口你无法度用。
上翻译的东西去把它表达出来。语言其实不只是沟通的工具，它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些意义啊，所以一个语言若消失去，咱这个人类的世界就会愈来愈单一，愈来愈无聊。而且语言嘛是建立族群认同上基础的元素。即马有一挂有母语意识的人，咱会想要拍拼来保存台语啊、客语啊，还是台湾的原住民各族的族语，就是想要把咱这个族群的文化，啊，搁有咱对这个族群的认同，嘛同款甲保留落来。啊，当然，因为咱大家人的生活经验无同款，所以咱对保存文化这件代志的感觉就无同款，有的人会感觉这足重要，有的人可能还未去意识到这件代志，所以对保存文化这个议题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去行动，大家人选择的路线就无同款。其实我家己嘛是会频繁去学一个新的语言，不过因为我的母语是台语，啊，我感觉台语有真侪足趣味的所在是咱唔知影，大部分的人拢无发现的，所以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，想要让大家感觉。你若是有兴趣，你就当得到一寡知识，安尼。你若是有兴趣，你就会想要了解更加侪，所以你就会家己想要去主动学习吧。啊，我只是提供你一个入门的所在，就是甲你讲，这物件袂歹耍哦，你敢要来了解一下，安尼尔。我想要让大家学母语的阵，迄种动力是足欢喜的感觉，唔是讲去上甲你强迫讲，哦，你一定爱学台语，无你就是无爱台湾。我无想要用这种感觉去强迫大家爱创啥创啥创啥安尼，因为大家拢是有选择的嘛。你喜欢啥物，你就去做；啊，你无喜欢，就准拄耍。而且我家己是一个足爱耍的人，所以我感觉我若是甲这物件耍甲足趣味的，边仔的人看到我爱耍，耍甲遮欢喜，伊就会想要耍啊，伊嘛想要来。参加想要参悟讲哦，这是啥物件，哪会遮好笑？啊，伊就想要来看。安尼，大家就拢是用一种欢喜的心态来参悟。啊，因为有这个欢喜的心态，这条路唔只会行会孤单，才袂一个下就想要放弃啊。啊，其实抢救文化这种工课，伊本底就是因为伊看无一个实在的进步，就是我无可能因为我今日等这个影片去哩，啊来我就会当知影讲哦，这个月台湾开始学台语的人，搁增加偌济偌济人啊，无可能嘛，我根本就无可能会知影这种代志。啊，不过咱嘛袂当因为安尼就失志，只要咱有行动，豆豆啊做一挂代志，感觉就会愈来愈踏实。我家己的观念是，咱有这么济灵魂来到地球，进行咱这世人的地球。旅行想要尽量好耍啊，尽量去体验一寡你想要体验的代志。当然，咱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互相交流啊，互相互存。啊，我伫遮就是分享我知影的想法给恁。啊，佮有一个心态是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有真侪人有时阵会甲我讲，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多谢你的付出，保存这个台湾的文化，就是爱靠恁家的人啊！安尼，其实我拢有想讲，卖安尼讲，卖安尼讲，请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因为保存文化唔是干靠我尔呢。这件代志应该是爱全部的人，愈来愈侪人有这个意识，啊来投入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文化伊就继续传承落去啊嘛。常常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要做啥物，才会当把咱的母语保存落来？其实很简单，我感觉上大的关键就是一个语言，若是有人继续在使用，这个语言就袂死去。其实这件代志是咱拢会当做的代志啊，不是干那我伫遮伫讲台语，伫讲台语，这个语言就会传落去呢？是爱大家人拢爱安尼做呢？安尼这个语言唔只会当一代传一代传落去，给咱的子孙。可我一个人是无法度呢，我若无生子，怎啊传袂落去？安尼我压力有甲上大好吧？我唔是你讲嘛吼？啊，恁敢知影？其实伫国民党来台湾之前啊，差不多六七十年前的台湾，大家人大部分用的语言就是台语。还是讲你的母语，所以只要你有一点啊想要保存文化的心，你想要斗三工，你会当做一件代志，最简单就是你用华语做的代志，你拢会当用台语做，因为语言就是对时代在进步的嘛。啊，无像讲二三十年前的台湾人，因哪有人会知影讲滑手机，这个滑手机是啥物意思，对无？啊，因为迄个阵就无这个物件，所以当然嘛无这个词。同款的道理就是，咱若有咧继续使用台语，咱就因为时代的进步，新的物件的发明，会予伊创造新的词出来，所以这个语言永远袂有无够用的问题。无够用只是因为咱无定定咧用，所以咱无去创造新的词，娘娘对。只要咱开始愈来愈侪人咧用，绝对就自然会有新的词出现。啊，这个语言就会对时代社会咧进步啊，这毋只是一个语言正常的发展。无论你是做啥物的人，只要你做啥物代志，拢会当试看卖用你的母语去做，
安尼就会对这个语言的保存真有帮助。像讲，你若做家己运动，你就当用台语教人运动啊。你若是做音乐的人，你咪当试看卖用台语写歌。我相信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拢会学到做侪物件。只要愈来愈侪人安尼做，啊，一开始遐看无的人，伊看到愈来愈侪人安尼做，伊可能就会渐渐想要了解，啊，反正就想要去学台语啊。啊，这其实就是咱大家人拢会当发挥的影响。要恢复母语正常化，本地就唔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你看人用。差不多五六十档的时间来撇开咱的母语，咱即马要甲伊恢复转来，咱当然就要用更加侪时间来做这件代志。而且一个文化的建立本地就要开足侪时间啊，这本来就唔是一个五档、十档可能就会有足大的进步。只要咱愈来愈侪人加入，愈来愈侪人来做这件代志，就一定会看到成果，就会当让咱的文化代代生传。好，所以今日这个主题我差不多就讲到这。啊，你若有啥物想法，欢迎你伫下卡。老话好我，我看到恁的老话，我拢真欢喜的，真正。啊，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你的脚给我饲一个赞，啊，搁有订我的频道，安尼以后我若有想到啥物主题，再来甲大家分享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